就是想看看，两个互相仇恨的人是怎么琴瑟和鸣的。哦，你们的真情可真的让人好想落泪。你知道失去孩子的滋味吗？你知道把一个人的希望打破，你知道有多痛苦吗？像你这种恶心的人，我跟你永远不会成为朋友。若你换成我，你未尝不会比我更狠。你的命在我手里，只有我能决定你怎么死。放肆！他算个什么东西？沈玉柔，我看你敢不敢！你信不信我把你沈家全部送上断头台？还是得好好调教，要不然学不会规矩，这些全都是你的错。殿下受太多的伤，很难再补回来了，只怕日后殿下不会再有孩子了。跳不跳？跳不跳？从今日起以后，你就是我这营帐里最下等的贱妾。锦衣玉食，万人供养。你懂什么？难道我就应该只身一人去往代国，为了大燕的安危，在那极寒之地千疮百孔地活着吗？整个朝廷欠我的早就还不起。如果没有被送去代国，说不定我也会像你一样嫁个好郎君，过些寻常的日子。你捡了我的手帕，是不是表明你我之间该有一段缘分？我觉得我和你们并没有什么区别，如果就连我都无法拥有这样的幸福，凭什么你们可以拥有？说说你今晚都干什么？我把雪放飞，告诉你，就算你黄豆打进去，我都要保住他。为了救他，你要杀我？没想到最后你还是选了他。你爱过我？